如果总统所属的政党他无法在国会取得过半的席次，未来的四年会造成社会很大的动荡，国家会空白。所以这一次我愿意挺身而出支持这些候选人。如果总统所属的政党他无法在国会取得过半的席次，未来的四年会造成社会很大的动荡，国家会空白，更甚者我们的国防也会遭受到很大的挑战。所以这一次我愿意挺身而出支持这些候选人。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哈？哎，不算吧，我们已经上路四年了。你开车开了足稳嘞。因为有你在旁边帮我看啊，让我能够放心开啊。第一次坐我的车哈？哎，不算吧，我们已经上路四年了。你开车开了足稳嘞。因为有你在旁边帮我看啊，让我能够放心开啊。还是你比较担心风大把中分吹歪了？我就说没那么中分啊。副手这个位置还是真的很重要，不能随便用臭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加油。哎，你们一定会开得比我更好哦。有他在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你的眼光不错哦。跟你学的。好吧，出发吧。